伤饱了你。哇，怎么又是我？这样超刺激的，观众都不知道我拿来。拎了，拎了，拎了。降火，他降火气啊，他是真的是补身体的，真的。新加坡的何伟健来台湾出专辑，很棒，专辑卖的相当的好。对啊，苦尽甘来，加油啊！明天要更好。好，在喝的同时呢，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一骰子，哦，击爆骰子，好了，超像。今天由我们朱世尊跟鬼世尊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一位这一群非常厉害的劲敌。等一下，主任坐庄，好不好？庄家呢摇骰子告诉我们开始是从哪里开始的。等一下呢，我们每个人有一次回转的机会。跟 pass 的机会，两个只能选一次，只能选一次。好，这也是最后一个关卡啦。告诉我今天最衰的人是谁？何伟健。何伟健是，加油啊！黄浩彤，给我参与感。放音乐。放浩彤，放音乐。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我要干嘛？模拟台打开。哦。好，多少？一个人最多喊几个数字？三个，三个啊。从这边开始啊。好。五六七，五八九，八九，十十一。好，最好是的，不要骗我。十十一，最多多少？啊，最多喊到三个，小心哦。不是最多是二十。二十吗？二十啊，现在多少？五颗嘛，五颗骰子啊，三十，五颗骰子，现在十一，十二，这么含蓄，很好哦，很好，十三、十四、等一下，确定，确定，确定哦，要不要换？要不要多加一个数字什么的？不用，不用，来换你，你刚刚是什么？十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哇，好冲哦！冲，三十十五。哎，你自己不要玩啊！我要玩啊！对啊。庄家没有回转，那个。庄家没有回转，对。没有吗？没有吗？哪有？为什么没有回转？对对对，庄家不能有回转，因为你看牌啊，你看牌也不能回转啊。十六。回转。哦。何伟健。回转。水啊。对呀，耶！你看，你看，那个，而且，我脸很明显，对不对？僵在那里，前面很臭屁，十二多少？十二十二。啊，那他一喊到三个六，大嗨啊！来打屁股，打屁股 ，OK 的来，来，要死了，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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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主任在怕什么？来，交给你了，给落去啊，个大烂的啊！我这边比较好看嘛。我来两场都输你。哎，太小力要重打哦。哦，要死，这裤子好薄哦，妈。你在干嘛啦？打太小力要打，太小力要被打。前辈不敢打，打偶像人会。打那么小力，你刚刚那样扫，打偶像会遭天谴的。哎，我教你什么叫打屁。哦，这样打。是。罗志祥有变态倾向，不用怕。哎，但是不用到这样，不用到这样。哎，那你左撇子应该去那边打，这样子会比较大力吧？这样子没有离心力啦。你看，耶！还有一下，还有一下吗？对啊，打两下。OK 的，你们来过瘾一下还不错。不是每个人都要打吗？没有没有没有，打两下就好了，打两下就好。哎，发好。哇啊！好厉害！啊！
我只想偷到脚趾头弯起来，我要踩小人。好，再来，到，你还是庄家，我还是庄家，对不对？你还是庄家。好了，音乐。我现在好运 ，OK。从哪边？从。哦，那能叫一个那么少？你管我。四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哎哎。十七。十八。十八嘞，十八嘞，你十八只有三十。什么？十八吗？十八，十八，好，故弄玄虚，十八嘞，还早了，真的还早，不要怕，还早，十九，十九 ，pass pass。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小本说。哎，要这样的啊？这很无聊哎，最后一把了没？大家都一起打？哪有啊？除旧脆嘛？什么除旧脆啊？脆什么脆啊？除旧碎。阿童，宗教信仰要记得啊。干嘛？自己干嘛？白痴啊！白痴啊！你要打自己的？下地干嘛？没有啊，用功夫啊，功夫啊。对哦，他有功夫哎，功夫 master 要打高尔夫球啊！你干什么？哦，你打进缝里哎！没有吧？真的、啊？他打太小力了啦！不好意思，太小力了啦！小鬼，你要打他屁股？我打他屁股。太小力了，你看看 OK 多怎么打的？来，打一次给你看。放轻松，把手放好，手放。屁股小高，小高，来，走。干嘛呀？你十八星什么新专辑？成月，啊。你在太小力了，很大力，我超大力的。我你要打被打两次，好。为什么？好，你刚打应该不大力。我打我这个不，你再棒。我刚很大力。好。我说你要被打两次。你干嘛？你干嘛？你不要帮我命。不会啦，手不要再过来了。不要过。手不要过来。叫你不要过来。还有一次。痛。还有一次啊。你神经病啊！快！你疯了是不是啊？快！你疯了是不是？太正了！神经病！神经病啊！你干嘛呀？不要乱闪！呀！哦！好了，最近呢，他们也发了新专辑，跟大家介绍的专辑名称叫做是《我心伤何为剑》，我的新专辑叫《成月》，我出新书，书名叫做是。萧敬腾聆听意大利，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三位的作品，谢谢三位，恭喜发财，恭喜发财。